王珞丹虽然许多观众不认识，但却因为自己的长相可以重新备受关注。一袭白裙太出众，白裙上身还是少女的模样，短发的王珞丹更显年轻。谁说到一定年纪就要穿着那一个年纪的服装？年龄本来没有界限，是被人为锁定，而自己的喜好只有自己可以选择。白裙加短发，对于这个年纪的女生，短发往往会显得年轻很多。而王珞丹所穿着的裙子也是常规款裙子，是平时都可以穿着的裙子。其实仔细看王珞丹选择的这一款白裙还是很有讲究的，白裙的袖子是泡泡袖设计，与上身的结合就像是披肩一样的美丽，加上腰部的收缩，划分了与夏装的区别，开叉会更有看点，也不会在夏季显得沉闷。不得不说，身穿白裙的王珞丹太有气质了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